继续。休息一下，我帮你量。你以为金敏珠的莲花中为滴是靠一时就能练出来的吗？外师兄，他应该练了很久，你才练了半天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知道不行，可是我只是秀梅是个好女孩，金敏珠却因为故意炫耀把她踢这么惨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仇吗？你什么时候把元武道当成报仇泄愤的工具？习练元武道是为了提高自身能力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知道了。他的那些腿法你在短时间内学不会，而你的一些腿法他在短时间内也同样练不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没必要强求自己扬长避短，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可以。是，我应该好好练我的三连踢。魏师兄，还愣着干嘛？跟我来训练。是。休息一下，我帮你量。生日的时候，初恋师兄和道夫一起送给我的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这个是我。谢谢。已经好多了，记得按时上药，有事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初元前辈。秀梅，我给你带药。
我已经给他敷过药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 让他休息一下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陪我走走吧。百草，我没事，谢谢你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嗯。